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啊！别忘记啊，我们已经启动了进入超自然的那个信心，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灵正在做我们。这个进入跟没有进入是差很多，你进入了虽然刚刚开始还是不是很难了解，可是你已经属于在这个领域的里面，就是超自然的领域。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要充满的信心，上帝救我们就是要救我们到底啊！我们如果不脱离这个自然的律里面，那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因为神是个灵哦。那我们一定要活在那个超自然领域里面。你又看见圣经所有一切的应许都变成这么真实，也变成这么容易。求主恩待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你知道，你懂，你知道，你看得见，或者是没有启示就是看不见。啊，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要相信这个启示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智慧的灵，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启示的灵。好，那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以弗所书3:13-15啊，这个放胆不惧啊，笃信不疑哈，笃信不疑，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我们来读圣经啊，3:13，我们接着读哈。你们对不起，我弄错了，13哈。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弟兄姐妹，感谢主。那13告诉我们说，他在那边，他说我求你们不要因我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那14一个他怎么说呢？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啊。那屈膝，这个屈膝就是敬拜。那他说我在父面前因此啊，那就是有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在这边讲到，他忽然写到这里，他开始敬拜神呢？因为他说因为他分享到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非常大的奥秘，就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的神里面的奥秘哈啊，这个已经启示出来哈，就是父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就借着教会呢让魔鬼知道他完全的失败。那魔鬼想说，他只要把以色列人呢把他打垮，让以色列人被掳，让以色列人完全的背逆神，那这个甚至耶稣来还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觉得他得胜了，是不是？但弟兄姐妹，他没有想到教会呢不是只有以色列，还有另外一批人，那就是这个他们所说的外邦人哈。那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那反而呢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外邦人呢是这个是成千成万的来进入这个福音的大门的，那他们都信了耶稣基督。那么一信了耶稣基督，但这个奥秘就显出来，原来外邦人也可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门应许，这是何等的事情哈！魔鬼撒旦呢，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个福音的爆炸的能力，这个让他无法可以挡哈。那多少的人就进入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神国度里面的人啊！所以他就开始要起来苦害保罗，要把保罗下在监里面，让保罗没有办法传福音了。但是保罗说，你可以把我捆起来，但是福音永远不会被捆住的，福音会照样的继续的传。那因为他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写了几卷非常重要的书信，以弗所书就是其中的一卷。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魔鬼在怎么样做，上帝的智慧百般的智慧呢就显现出来，让撒旦能够这不但失败，而且完全的失败。那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那保罗他说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你们不要因为我传福音给你们而受的患难就丧胆哈，这是你们的荣耀，我是用生命来见证这个荣耀的福音。所以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可以放胆不惧的，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弟兄姐妹，感谢主，放胆不惧
笃信不疑，跟我讲一次好不好？放胆不惧，笃信不疑，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感谢神，感谢神。面对许多的问题，但是不要忘记罗马书第八章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谁能够控告我们呢？有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耶稣基督已经死了。那最后他说，谁能够叫你基督的爱隔绝？那耶稣基督的复活呢？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天上。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切的成就都是在超自然的领域的里面。对弟兄姐妹，你要经历这个完全的得胜，能够在上帝的祝福里面，让我们凡事都可行。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就是超自然的领域。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不仅属于这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然后一同就坐在那里，坐在天上。那我们是属天的子民，属天的子民。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感谢神，不要被环境打倒，不要被自己的软弱蒙蔽，不要被压力打败，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一定可以得胜，我们一定可以改变。我无论是夫妻的关系、妻子的关系、职场上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会有提升，我们也一定会有突破。你要一直的期待奇妙的事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因为我们是活在超自然的领域里面，神要用超自然的的能力来复辟我们，叫我们可以梦想成真。那弟兄姐妹，不要放弃你的梦想，上帝已经把这个梦想给你，就是神 要把一切的资源来给你，使你能够美梦成真。你会遇见你生命中的贵人，那他会来帮助你，那把别人得不到的这个机会来赏赐给你。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只要放胆无惧，笃信不疑。上个主日你来了吗？那弟兄姐妹看见我们已经启动了进入超自然的信心了。那弟兄姐妹，每一天我们要宣告，我们走的路是义人的路，我们要越走越高，越走越远，直到自如。上帝祝福你，与你同在，美好的事要临到你身上。弟兄姐妹，感谢主，感谢主，要知道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虽然面对地上那么多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一定可以得胜而有余。祝与你同在。